大家来到军武大本营，张老师，我们又见面了。啊，你好，大家好。这几位小伙伴您都认识了吧？认识，全都认识的，环环、马凯还有折腾，折腾上次做过了。是的。折腾上次还做了一个您的鬼畜。折腾他一上线搞那东西我就看了，我说这得要好几天。刚才我问他，他是3-4天、4-5天一个人折腾出来的。是，点击量挺大的。折腾5号，现在是应该是折腾1号，以后改一下。Number one 到4号都让我折腾完了。一会儿折腾到负数了。是的。上次张老师，咱们做了一期节目是关于使命召唤的，咱们说枪的。对。啊，那期节目咱们请了两个嘉宾，一个是吴信磊，他是法国外籍兵团的特种兵，对对对，还有一位是保镖李旭。对。然后当时录完节目上线之后，很多网友就说，哇，好酷啊，真的是觉得他们应该是身手不凡的那种人。只是可惜那期节目因为讲枪嘛，枪又没法在现场演示，所以就是说的多动的少。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李旭又请来了。动作。对，我们今天好好的来看看他的身手。好，有请李旭。身手不凡。好。哇哇哇哇，各位老大，这一身的肌肉您看见又得羡慕了。对，就是说我特别羡慕这个。我这个没有以后，但是我经常打啊，疼啊，就是这样的。哇塞，他会把你这个弹回去。他会把你这个弹回去。就是这都是练出来的。李老师应该是有底子的，所以才会是这样的身材。就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学渊源吗？上次真的没来得及好好聊。我呢是从小呢习武术，家里边呢祖传的武术。我的祖上呢是多大岁数？我现在啊不是啊，从小多大岁数习？这个4-5岁的时候。哦，家里边祖传的是少林太祖拳，后来呢我又学习的拜的螳螂拳老师学的螳螂拳，哇，后来又学的心意手搏术。啊，跟这个我的师傅梁晓峰先生，然后学习的这个手搏术啊，非常的实战性的很强的一个拳术。你职业现在就是保镖吗？对，我之前呢一直在一线做，现在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主要做二线的培训。因为我原来在伊拉克工作，1979-1980年那个时候，现在看了伊拉克这个样子，原来黑水公司啊，在伊拉克最多的时候18万人。就是黑水公司，它是海军陆战队退役的一个上校办的，这保安公司，它最多的时候超过美军在伊拉克的正规军，对，很厉害。我说中国咱们应该搞一些保安公司啊。实际上，我觉得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呢，这个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安保的问题。那么我们国家呢，走出国门，很多大型企业，对呀，包括华人华商的安全，都会涉及到安全问题。最近我有好多朋友都在练马甲术，我自己觉得马甲术也特别帅，特别厉害。您会这个吗？我在以色列呢也训练过。那么以色列呢，这个马甲术是它主要的军警单位，还有安保人员。都是一个必修课，就要学习这个这个。看起来好难啊，就是一瞬间做出那么复杂的动作。对，我们还准备了一小段片子，可以看看马甲术有多酷。好。老师，我看这个动作幅度不是太大，对，它很干净，就是动作幅度不是太大，就是适合于近距离的这种对搏杀。那跟功夫有什么区别吗？功夫好还是马甲术？我个人认为，任何一种武术，我们都不能用一个这个武术好，那个武术不好这样来衡量。哪个更管用？每一个武术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东西，重要的是学生。他学生如果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都可以练得很棒。那我如果是一个懒学生，我是练什么呀？马甲术。其实马甲术是非常好的一个实战格斗的一个技术，但是尤其在都好高啊，自卫防身的方面，他街头实战是很强的。
啊，它属于实战类的，对，所以没有那么多花拳绣腿，就很直接。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会把实战混淆，比如说我们会说，你练拳击的，练散打的，实际上拳击散打它属于竞技对抗，它是有比赛规则的。你站在擂台上，无论是打 UFC 还是打 MMA 综合格斗，它都是有裁判、有标准、有规则，然后是有一定的限制，你不可以使用武器，你不可以去抠、去咬，它都有限制。但是街头格斗不是，街头格斗属于实战格斗。你可能在街头发现你真正跟对方对抗的时候，对方打不过，可能随手就拿起板砖给你板砖，抓沙子撒脸，对、或者是打着打着突然的长把吐口水，对，打急了也可能咬你，所以我也咬他可以啊。所以说的街头实战和竞技对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刚才你提到说的马家术和中国功夫，我因为我是祖传加练习中国功夫的，那么我现在的老师呢，梁晓峰老师呢，他是手搏术啊，这个拳术的第27代传人，他可以追溯到战国，但是呢，真正有记载的时候是有战国，但是我们这个民间流传的时候是从西汉，是关羽他训练他的士兵为了作战用的武术，那我们想了，打仗用的武术他不会给你玩花哨的。关羽传下来的功夫，关羽他的这个部队，他们练的这种对抗的这种格斗，关羽在走麦城自杀，那个走麦城那个死的时候，他的那个周仓副将这个横剑自刎，另外他的手下的大将王普，也是跳城池就想自尽，因为当时在打仗嘛，结果没有摔死，他就逃回了家乡，然后他就把这军中的这种格斗术交给了他儿子王道雄，由此。这个武术就流传到民间了。那么我的老师的师爷，他的老师呢，最早的是镖师，然后这个拳术就在镖局里面也是流传出来的，很多镖师都在练，因为镖师他是要压镖的，压镖的话，你如果说花拳绣腿的话，你是没办法走这个事情的，做这个工作。所以张老师，李老师给我当时在这期节目就是策划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惊讶，就是我们讲说马家术最近真的很流行，而且看起来也蛮厉害的，要不我们现场去教两段，或者您跟我们比划比划，大家都很想看。李老师说不，我要教中国的功夫。因为我是中国人嘛。中国功夫什么什么南拳北掌啊啥的啊，南拳北腿呢，它会涉及到很多拳种。南拳北腿是你这属于啥呀？我这个呢属于北派的，应该是属于北派的。北方拳，它是现在在流传在山西。它的这种武术呢是分成36路天罡连环套打，72趟地煞这个咬口对缠。那我们看到了，36路对抗是站立的，而地面技。他却站了72趟，也就是说打倒以后在地面上还在进行格斗。马凯，你是学过武功的，对，你在少林寺4岁就开始学了。你哪个门派啊？差不多，我之前在山东学的，后来在少林寺。然后不过我跟这个老师学的不一样，我是花拳绣腿，属于是表演系列的。你不要客气，来上来过招吧。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对，来吧，来吧，先攻一招，攻一招。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来来来，那个你们练，我动手了啊。这啊！没事吧？学会了没有？没有，我没看清，我流血了呢。我没看清。刚才他说了，这个常规的街头打架的话，也可能对方过来发生冲突，会掐脖子，扇巴掌和正面扇，或者是像打散打的会打一个后直拳，有的人可能会打来上来打一个前手直，常规这样，有可能会过来鞭腿。或者是正蹬侧踹，其实它都是有一个运动路径的。刚才呢，马凯在抖，马凯呢，上来给了我一个后直拳，他呢，慢动作，我们慢动作，他的这个心态，我想能想象出来，他是想一拳 KO 我是吗？好，他打了一拳，我要快速的识别。同时快速的闪躲，当我闪躲的瞬间，我是贴着他的拳过去的，瞬间就到他侧面，然后到侧面以后，我快速的到他身后了，然后对他进行一个
箍住，箍住的时候其实很危险，它有可能会肘击我。对，明白吗？嗯，所以这个时候速度要很快，要很快，一勾住它的时候我头要贴紧它，防止它的肘打击我，同时我要给它让它失去平衡，就是脚呢要离地，离地的时候它会它会悬空，一悬空的时候它要一打它地，哇那么当它倒地的时候，我不能松手，我要对其进行一个有效的控制，我要控制住它的这个肘关节，防止它那只手打我，我要防止它腿踢我，所以我会快速的按住它的腿部，压住它，哇，然后对它的这个手臂进行一个，我都配地了，进行一个关节技，我只要一使劲，它的这个关节就会受重伤。哦，妈妈，我要回家。没事。那么开非常轻的人，那说过100公斤的人这样。对啊，你要把他抱起来，如果你抱不动他很难啊。如果说我们碰到一很壮的，哎，稍等，来个壮的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导演，个儿特别高，身体强大，快200斤，看看您怎么制服他。来，陆哥，请上。导来，导上呀，为自己的节目献身一下，来。哇，2米。将近2米的个儿，怎么放倒他？还能把他这样抱起来吗？很难了吧？制住了，这会儿制住了。遇到一个这么高、这么强壮的一个男人，那我们都会，动作会有所调整。哦，比如说，就像刚才他打了这一拳以后，那么我快速的闪躲到后边，我会发现，你看没有，我撞那一下跟撞墙似的，我自己都很难受。你手还扣不住，然后我还扣不住他。对，然后我真抱，我站直了，我站直不行，站直了，乖乖站好，怎么办？乖乖站好，所以说我们这没办法了，就算了，新的动作哦，好。当这一拳打过来的时候，好，打过来以后，我快速的过去以后，我当我抱着他的瞬间的时候，他可能会反击我，他可能会反抗，但我瞬间就，哦，哎，怎么没摔过去啊？要摔吗？来来来，轻一点，轻一点，慢点，我们还做节目呢。还没完事儿，厉害！好 ，I like 好。你应该是前空翻好几次。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动作会涉及到男人的安全问题啊！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使劲。传宗接代呀。这个动作我应该是什么？抠住以后，这边用掌啪一掌打在后脖梗子上，这一下抠着里边，直接给翻过去。嗯。把人打一个360倒地以后，我可以制服他。如果要街头打架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省事儿的过去。就坐在他身上，照脸上，身上，天哪！砰一脚，啪膝盖一跪，直接肘击，粉身碎骨，拳打都可以。哎呀，真太厉害！好，我感觉到了。可以，您忙。因人制宜啊，不同的战法。不是，我给你出个难题啊，现在就好多这个女的。就像环环这样的，你碰到女的要对你，比方说行凶或者是干啥，你这怎么办呢？如果我在任务当中，我不会考虑她是女性，套路一样。我的任务告诉我，我要完成任务，保护我的目标委托人 VIP。如果有一个孩子出现，就像这个湄公河里边那个，对一个小孩拿着物资，恐怖分子，对，他只要出现，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枪射出去，因为他不会对我们客气。他不会对我们客气，如果我客气了，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和对我的战友的一个严重失职，我对他们不尊重。那如果你误解我了，我就想轻轻地拥抱你，然后你围着是一个攻击，怎么办？所以说，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练好基本功。保镖的基本功是什么？观察这一块，我们专门有一个课程叫《与这个不速之客打交道》，就是会见不速之客。那么这个课程里面会涉及到你怎么跟那些人不速之客去沟通接触交流，用目光去观察对方的整体来识别你是否应该采取行动。
就是你有数据。所以真的是太专业了，而且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们今天好好的跟李老师来一个现场的教学营，模拟一下，模拟一下，你们三个人想不想学？那想，想学，先通过测试。我们先来做个测试，怎么样？好啊。李老师，您说，我们先测什么？如果说入门做这个保护工作，其实保护工作呢，它的归属范畴呢，我们给它划到的是服务行业。那我们涉及到服务了，那就要考虑你的仪表仪容，你的整体素质。过去很多人都会把保镖呢跟打手结合起来。我在美国受训结束以后呢，我提出一个观点，做保镖做什么？做绅士保镖。你可能保护的是商业精英，政要，或者是名人明星，比如说局座、宗教领袖。那比如说我们在保护局座的时候，那局座我相信肯定不喜欢身边跟着一个邋里邋遢的流氓或者邋邋遢遢的一个人，他希望呢能够跟局座的身份跟他的整体的修养能相匹配的。那局座呢很绅士，虽然是个军人，但是他很绅士。 OK， 那我们的保镖应该什么？应该是符合这个身份的，也是一个绅士保镖。所以我们今天就第一道测试题，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些衣服，让三位去挑。如果你是一个保镖，你会怎么打扮自己？来来来，快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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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让我们看看你们的造型。保镖造型，哇，哇塞，哇！不要接近我的位置。李老师，您看看这三位合格吗？那我们先从着装上看。那么第一个小伙子马凯，他穿的这个衣服呢，实际上我们会用到啊，它是又防寒又可以有很多的功能，它的这个内部啊都有很多的功能。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专业的那个衣服，但是很像。墨镜呢看不见我的眼睛。我在看你，看见了吗？我看你呢。眼睛转得很快，我看到了，瞬间打脸。那么这个墨镜呢，实际上我们看的是一个时尚，比较时尚的一个墨镜。虽然是我说不上来它是男款还是女款，但是不适合做安保工作的这个使用。欢欢的这个衣服呢，整体来说是一个职业装啊，职业装呢比较符合女性的安保人员这个工作特点。领带呢？漂亮吗？我软了。领带很漂亮，但是因为它的颜色呢过于鲜艳，就是过于的嫩了。太漂亮了。对，太漂亮了。那折腾这套呢？折腾这套呢，哎呀，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啊，是吧？非常有特点。如果说你要是当个保镖站在委托人身边，我相信很多人不敢攻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你是高手，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都看不到这样的保镖。竟然是这样，很奇特的，那一定身怀绝技。对，身怀绝技，有特殊的本领。个人安全保卫工作是一项团队协同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精通战略战术，选择适合的排兵布阵方式，就成了保镖的必备技能。日本保镖喜欢使用夹心饼干式阵法，即保镖们将委托人像饼干的芯儿一样紧紧夹在中间，并尽量靠近委托人。而俄罗斯总统卫队则设置双层保卫阵势，第一层是数名近身警卫贴身保护，第二层则离总统较远，负责监视总统的住宅、办公室和郊外的官邸。不管使用什么阵法，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采用美国密勤局的同心圆保护理论，提供360度全方位的持续保护。美国总统的保镖至今仍然沿用这个阵型。排兵布阵真的是一门学问，我们现场来操练一下吧。这就是给三位学员的第二个考验了。接下来呢，我们是每两个人作为一个安保小组去保护我们的重要人物张老师，另外的一个人就要向张老师发起进攻，看看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去保护你们要保护的对象。李老师，您要适时来做点评了。好的，好嘞，那谁先来呢？环环来吧。环环来吧，进攻。
好，我先来进环环进攻，然后这两位保护，上那儿上那儿来。我这样，你们也要有排兵布阵啊。好，我们欢迎张教授来给我们做演讲。好，大家好，张老师，欢迎来到九五大。哎呦，我喜欢你，干什么？杨姐，我的签名。你再这样，解释不清了，我给他签一个，我给他签一个，慢点，我给他签一个，淡定，淡定，淡定，让我给他签一个。站住！我们俩吵，你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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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唱的挺厉害。没有地方吗 ？OK， 好了，好了。太有意思了。很好，表演的很好。张老师感觉是要突破重围去，接受环环的崇拜。两个保镖呢，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主力。好，您来点评一下这两位保镖表现怎么样？表现，实际上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是在会场，张老师那么作为嘉宾要上台演讲的话，安保人员不会跟着张老师上台，因为台上的主角只有一个，对，安保人员不会跟着张老师上来。等一下，我先演一段。如果要上来的话，这岂不是跟那个小沈阳演的那个小品，拿着板砖满处转悠的那个小品一样了吗？那就太滑稽了。那么，在任何时候，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的位置，你是安全人员，你提供的是安全服务。你所有的行为都不能超越于你的委托人。那么如果说在张老师进行演讲的过程中有人可能会上来的话，之下就是舞台下和舞台周围一定会布控这个安全人员的啊，除了保护张老师的安全以外，同时要保证张老师的工作方便。美国曾经有一个议员在做演讲的时候，从台下往上走的时候被下面的这些线当时绊倒一个女议员，当时就差点摔倒，而他后面的保镖快速的一把拉住了他，使他处于免于尴尬。这些都是要保镖你要随时注意观察，你要保护的不仅仅是有人要袭击你的委托人。那我们现在该轮到折腾，你来做。我来什么？你来攻击。我来攻击。对对对对，现在两位保镖保护着张老师往前行进。大家好，欢迎来到劲舞大本营。劲舞大本营。谁的？太尴尬了。李老师，这个有点尴尬，真的有点尴尬。我好像就成功了，把他的墙躲起来了。然后你对准了局座是吧？然后我要这样，原来是你。我来给环环解释一下，上次我们另外一个教官来的时候，教会了环环一招徒手夺枪。把枪拿出来。入戏了。他刚才是把这一招，后来发现这一招用上去了。对，后来张老师突然发现《无间道》原来真正杀手是欢欢，急死你！首先啊，这个排兵布阵是有很大的问题。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他这个所站的位置是不对的啊，是有问题。他们俩不能在张老师后面是吗？啊，对对对。那所以应该怎么站？他应该是站在前面，处于一个前锋的位置。那么他在前面是负责什么？警戒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区域。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是由前锋来负责的。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报警。那么我这里提到的报警，不是要让你报110，那是什么？是要报给整个保护组的整个 team。通知周围的一些队友是吧？好。欢欢第一时间看到正面，啊，在一点钟方向有枪手。那欢欢第一时间马上就要喊出 1:00 gun， 一点钟方向枪。他什么都没看见，但是他听见一点钟方向枪，他不会带着张老师往一点钟方向跑。明白吗？往反方向跑是吧？对，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报警。那好，如果说9点钟方向有刀，那么他就会喊。这个 9:00 knife， 然后他们就会往3点钟方向撤离。所以这个第一时间是要做的。那么第二时间我们发现
我们前方发现枪手以后，马上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夺枪。哎，夺枪。好，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在军警徒手夺枪里面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动作。嗯。啊，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动作。你要试我吗？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勇敢一点，折腾。我怂啊，怂。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哪？会场、现场，收大哆嗦。对，有很多那个群众。那么，同时我身后有委托人。我是委托人，嗯。我们这一夺枪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枪口指向是哪儿啊？左边。群众。有可能打到群众。摄影师。如果说你转的大了，就像。欢欢如果说的赶上一个力大的，这一转过来说枪口有可能对着我们的局座，刚才就是夺完了之后枪背着我，突然发现要打的目标是自己，所以我们怀疑我自己来吧，真正的杀手是欢欢。所以说真正的保护战术里面，在第一时间发动枪手的时候他不会去夺枪。那怎么办啊？首先呢，他要做的是什么？控制枪口朝向。嗯，如果说我是近距离发现的时候，那我就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枪口的位置是冲哪儿呢？最安全上，对，冲上。冲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枪口会不会伤到张老师啊？不会，不会。会不会伤到这边的观众啊？不会，哪儿都不会伤到，对不对？嗯。但是他有可能会做一些反击动作，他会踢你，所以咬你。当我把枪的这个枪口的朝向。冲天的以后、哎、啊，第二步我要做的什么？用头撞粘住他。嗯，我把我的头紧紧贴在我的手，他有可能，比如说我这抱着以后，他可能用怎么着，头撞我脸，当、嗯哎、我受伤了。所以第二步我是紧贴着我的手，然后同时我的身体要粘住他的身体，重心下压。嗯，哦哦哦，哎哎，哥。叫哥了哦，这样子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控制枪的保镖，他不是为了要干掉他或把枪夺过来，只是要争取时间黏住他，让周围的保镖或警察大家共同抓捕或控制他，砰砰砰，而不是为了就是为了夺枪。嗯，而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前锋做了这个动作以后，报了警了，后面的保镖就要快速带离委托人离开危险区域。你保护的委托人有可能是上岁数的老人，嗯，也有可能是妇女，然后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一定很好，扛起来跑，要推着八个推走了不礼貌。那每天得练练举重，好好的练练举重。其二一个呢，当枪一响或者是发现有枪手的时候，我们的委托人不是军人，他们在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很沉着，嗯，那个时候可能跑他会腿怎么样，腿发软，哦，所以我们要保证他不能摔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要让我们的委托人呢处于一种安全状态，嗯，然后快速的按住我们的委托人，让他头低下来，然后我的身体是挡在委托人的身后的，哦，这样的。然后呢，我不能让老师睡倒，所以我在护住他啊。同时我的手呢也是在让头尽量压低，然后我们离开这个区域。嗯，李老师讲让我想起了几个真实的案例，就是那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嘛。嗯，当时普京到北京来参加奥运会，家里边出现矛盾了，在北京就下命令打，就你们俄罗斯就打格鲁吉亚。哦，就俄国战争打了五天，有一天呢，这个俄罗斯的飞机就空袭那个格鲁吉亚首都。嗯，啊，空袭格鲁吉亚首都，这个萨卡什维利一个小帅哥，在美国读研究生，特别帅，一总统，不行，我得要到这个街上视察视察，一看一下那保镖就劝他，那不能去啊，去啊，叮咣扔炸弹，那保镖出去的时候，一个人提了一个大盾牌，嗯，就像咱们警察防爆那个大盾牌似的，那个炸弹一响以后，就我看那个电视，这一个保镖就把那个萨克什维利摁地下了，另外两个保镖，一个保镖摁一个大钢大盾牌，另外一个又把盾牌压过来。对，这哥们现在去到乌克兰当部长去了，国籍都变了。
今天真的是收获非常的大，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当一个保镖，但是学会这些知识之后其实也可以运用到我们平时对自己的保护，或者说对身边人的保护。那现在呢，我们不如最后再让李老师教我们一招。这样吧，我刚才看欢欢夺枪，肯定是练过一些格斗的东西。就练过一次啊，上次节目的时候。行，那我教你一个手搏术的一个格斗的一个套路。嗯。这个套路呢很适合女孩练。啊。就叫这个这趟道路就叫美人招镜。来。好啊。好，当你打来第一拳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呢？要进行一个防御，我要扣住他这个手。第二拳再过来的时候，扣住手的同时，我的这个手就像照镜的美女照镜的那个镜子一样啊，照镜从这儿穿上来的。嗯，穿上来的同时我不能让他跑，你看我始终是控制他，我不想让他跑。嗯，然后这只手照镜的以后，穿完掌以后快速的抓住这只手，交换出来的时候，这一拳打到他的下颚部，然后我的身体紧紧贴住对方的身体打中以后，我依然不能让他跑。嗯嗯，然后我的这个手距离他的这个颚部也是很比较近的，然后顺着他的胳膊，过去一拳从侧面击打，好残忍啊！侧面击打的时候，跟着肋部，好爽啊！打的，肋部有击打，肋部击打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往下，疼痛，或者是被打的要被打出去，如果他出去的话，我们就不能再次连续击打了，所以。我们打完这一拳的时候，这个手再回带，带回带的时候，他又被带回来以后，这个手瞬间从这个位置再次从侧面对着下颚砰一拳击打下去，击打下去，这个人很容易被打飞出去，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能让他飞出去，还没打够，没打够，控制住这个拉回来再打这个关节。嗯嗯。这个关节现在是什么样？反关节。嗯。我们快速的控制这关节的时候，这只手抠住他的下颚部，往外转体顺，这个动作应该是很脆的，啪一拧，要做的就是他的胳膊和他的脖子分家，椎完全骨折。哇，是要做到这一点的，这是我最后一期字母剧吧？折腾别走，我不行了。那我对你多好吧？这机会让给你了，让回来。我就说啊，咱们这个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好。哎呀，李老师这个汗流浃背啊，要是这个灯光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很多这种格斗啊这样的一种知识。但是我就提醒大家小伙伴，下来以后别在那乱打，乱打容易伤人伤筋动骨啊。这个我上次去成都出差呢，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学学中国的这个功夫的，但是他发现呢自己要搞个武馆没人来，最后他就学泰拳，学泰拳挂出去以后呢也搞了个武馆，还是没人来，最后他想了一个高招，门庭若市。真的？他说干什么呢？减肥学校，像毕峰这样的全过去了，小姑娘啊，全到那减肥去。嗯，不是，首先真是能减肥，但是这个宣传的要点呢有问题。我说咱们中国真的就没有一点尚武精神了吗？霍元甲啊，霍元甲，陈真，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武馆呀。对对对。咱们现在流行这个韩剧啊、日剧啊，这个哈日哈韩的，有一点没哈来。就是日本他们去了之后发现到处都是武馆，对，忍者，对，刀剑的，对，对不对啊？所有的日本的这种拳脚的功夫，对不对？刀术，这些个东西没传了，就是把日韩的那种娘化的东西引进来了，但是民族的尚武精神没有。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核心的还是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对对。你看小布什在讲课的时候啊，那个人眉飞色舞，突然扔鞋以后一闪就闪过来了，这说明小布什反应速度很快，经常玩电子游戏啥的啊。你使劲快速的时候，你很容易插到兜里边，而没插到枪套里边。嗯，我要结账。没事，我很敏感，我是战斗民族，怎么打都行。一二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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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始终手下留情。不要提醒高二七。